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周。刚刚老婆说要给儿子做一款海鲜粥，让我们去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。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阴天傍晚之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才来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，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。向左向右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才来，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。